副总，你真的要把强小姐送给王总吗？妈妈，别怕，我很快就会拿下来救你的。副总已经把你卖给我了，长夜漫漫，咱们就不要浪费时间了。你不要过来啊！再过来报警了！妈的小婊子，出来卖的，还躲什么躲？这个不是真的，江逸轩，我有没有跟你说过让你和王总分手？秦晨，既然你这么不听话的话，就别怪我不客气了，把他们带走。傅景琛，我求求你放过他，他是无辜的。脱衣服。不行，不行，阿峰还在这儿，不要这样对我。江逸轩，你有什么资格跟我谈条件啊？我之前说过让你随叫随到，你是不是不记得了？可是我，你妈可还在重症监护室里躺着，至于要怎么做啊，就看你的。